大家可以先来点击一下关注哦。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已经放送出去了。维持哦，已经有人在刷礼物了，对。哦，这样吗？好的，那现在呢，我们的直播呢已经开始了。我不知道刚刚这个大家在直播间里面是不是看到了一些小小的幕后的花絮。那我们就不卖关子了，我们一起来欢迎蜜橘品牌代言人鞠婧祎，欢迎小鞠，跟大家打一个招呼。我们看哪一台机器？看这里，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好，大家好，我是鞠婧祎，很开心能够在这里见到大家。那当然呢，小鞠，我知道你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蜜橘的直播间了， 对不对？这一次来跟之前有没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吗？不一样的感受吗？那就是更开心了。见到很久以前的老朋友了，是好久没见了。对的，更开心了。当然呢，小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一定是要给大家准备非常非常多的福利的。其实呢，我们的直播呢，之前有跟大家小小的剧透一下，我在这里再跟大家来重复一遍。如果你是刚进直播间的话呢，记得要点击一下屏幕上方的关注按钮。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会给大家送出很多惊喜的福利，包括有小鞠的亲笔签名的海报，还有高端口红，那还有平板电脑，所以大家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那现在既然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不如现场就来给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来签名，好不好？ OK， 那这样子我来问一下大家，想不想要小鞠的签名嘛？如果想要的话，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打一个想要想要想要，让小鞠感受到我们要看到想要再来签。我们来看一下评论，有没有人一直在刷想要想要想要。好，那我们请小鞠在我们的这个海报上面来签名。那今天呢，小鞠亲笔签名的这个海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哈。一会儿呢，都会放在我们的福袋里面来送给大家，所以请大家要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那现在呢，小鞠已经签完了，一会儿我们现场就一起签了吧， okay, 好不好 ？OK。我来看看啊，我们今天准备了好多张海报，所以如果你想要签名的话呢，记得哦，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点击我们的福袋，签完了之后，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签名放到福袋里面去，来送给大家。当然呢，今天除了有这个签名之外呢，还会有很多的福利在等待着大家，所以大家一定要守候我们的直播间。那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哦，就是发出那种啊啊啊哦哦哦哦哦的声音，因为大家都在尖叫，虽然我们在直播间听不到，可是你把这个字打出来，我们就可以来感受到了。那小鞠在签名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要点击左上角的关注，然后成为我们的粉丝，这样的话呢，才可以领到我们的专属福利。如果想要领到这份专属福利的话呢，记得要点击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在公屏上面打一个想要福利，我们就把这一份，哇，这么多都签完了，直接来送给大家。我们请小鞠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好大的海报哦，想不想要？想不想要？想要的话，我们现在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海报放到我们的福袋里，好不好？好，现在已经上福袋了，大家可以去点击一下福袋。那当然呢，今天非常开心哦，因为是在520大促的期间，请到了小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也要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的一些防晒的秘诀，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防晒的小技巧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吗？首先我觉得防晒的话一年四季都非常的重要，那再一个就是尤其到了夏天那就更重要了，因为紫外线很强嘛，但是夏天最重要就是因为太热了，对，所以如果说选择一些物理防晒，比如说防晒衣，那就一定要透气，然后而且不能太闷，对的。所以你自己是每一天都会做好防晒的，对不对？对，防晒很重要。对的，其实我就是比如说我去海边玩的话，我一定是全副武装去了海边，然后
脱掉衣服美美拍五分钟照，然后立马再穿上防晒衣，全部都穿起来。对的，嗯。哎，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近距离看到小鞠哦，虽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但是我今天看到你，真的，我觉得整个直播间蓬荜生辉的感觉。啊、讲这种，因为不是因为你走进来之后，你知道吗？大家如果仔细啊，可是你们看不到，我今天在他边上，我才可以看到、嗯。我看到你整个的皮肤是非常透、非常细的。哦、我觉得要做到皮肤透、皮肤细，防晒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嗯、对的。那既然我们说到要选防晒衣，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防晒的好物来推荐一下？嗯，那我觉得蜜橘的防晒套装就非常的合适。嗯，对的，蜜橘的防晒套装、嗯、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觉得它很合适呢？首先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透气性给的 对的，然后就是一个、嗯、好像今年他们的衣服都升级了，就是有帽檐儿，是是是，然后也能把脸给挡住，对对对对，就是同时防晒了整个你的面部。哎，真的耶的，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的贴心。对的，市面上有很多的防晒衣，它可能只是哎把你的胳膊盖住了，对的，对不对？对的，对的。但是呢，这一次升级的防晒衣，嗯、它还加了帽檐、嗯，像小鞠刚刚讲的，还可以把你的面部给挡住，就可以做到一个全方位的防护。那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防晒的小秘诀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防晒 ABC 法则？所谓的 ABC 法则呢，大家都知道要涂防晒霜嘛，对不对？嗯、但其实防晒霜是在防晒 ABC 法则的最后一步，就是 A 就是我们要这个尽量不要被晒到，嗯啊、哦，然后 B 呢就是 block 就是阻隔紫外线。那什么用什么来阻隔紫外线呢？就是用我们的防晒衣、嗯，用我们的防晒帽，用我们的墨镜。那最后才是涂防晒霜。嗯、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你涂了防晒霜之后啊，我就万事大吉了。对的，硬防晒也非常重要。对的，对不 对？好的，那当然呢、嗯，其实大家可以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一起来 get 小鞠的一些防晒的小秘诀。那我想问一下，你自己在挑防晒衣的标准是什么？你刚刚有说到透气，嗯，然后它的这个设计很好，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标准？要有比如说冰冰凉凉的呀，然后夏天就会很舒适。嗯嗯，因为夏天很热，大家有没有觉得最近立夏过去了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热，所以真的很希望穿上衣服了之后呢，尤其防晒又是长袖的，对的，你是希望它可以有一种冰感的感觉。嗯，对的。嗯、然后它的版型也很重要。是，嗯，哎，说到版型，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啊，就是我们蜜橘的这个大爆款，是一个黄色的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颜色，其实它是一个正肩的款式、嗯、那你穿着的时候呢就不会显得肩膀很窄、嗯、对吧，而且你穿着的时候呢它也不会勒得你好像把肉都勒出来了，是非常的舒服 的。嗯，那刚刚小鞠有说冰感啊、透气啊、防晒力都很重要，想必你对于蜜橘的防晒衣一定是做过功课的、嗯、那你知道我们蜜橘防晒衣的防晒指数是多少吗？防晒指数嗯2000+哦，你只举个二，我以为是20。两千、嗯，大家听好了，蜜橘的防晒指数是2000哦。其实蜜橘的防晒衣呢一直都在升级，24年技术上有了非常大的突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证书，纱线的切面呢从普通的圆形升级成了不规则形。那防晒力呢，就像刚刚小鞠说的，可以帮我展示一下哈，对对对，然后同时呢，这个防晒力呢升级到了2000+，大家在市面上去看到的这一些防晒衣可能只有50，对不对？嗯、对，但是呢，蜜橘的防晒衣是2000+，而且在证书上面有写哦，如果你是水洗1000次了之后，它的防晒力度都是不会降低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证书哦，还有一个证书就是，哇，销量第一。科技原纱防晒衣销量第一，非常非常厉害。另外呢，还有冰泰原纱防晒衣的首创者，我们两个人这些证书都拿不下，对不对？而且呢，我们的这些证书呢都是沙利文认证的。沙利文呢是一个非常权威的认证机构，所以如果可以被沙利文认证的话呢，就大家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冲，这就是蜜橘防晒衣的高品质和高保障性了。嗯，好的，谢谢小鞠。我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福袋，有没有中奖啊？如果有中的话，打一个一，好不好？如果你中奖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想应该有粉丝朋友们已经中奖了，但是因为我们的福袋呢数量是有限的，今天我们在线好多好多人，还有人没有中到，怎么办呢？那这个我们让大家扣一波想要，好不好？好，想不想要再来一波福袋，再来一波福利。如果想要的话，
来打一波响药。我看到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在抠响药、那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上一波福利、那这个福利呢，就是我们的星耀礼盒的福利价格。既然是福利价格，而且是小区来到我们的直播的福利价格，那量一定是不多的。不过呢，颜色和尺寸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其实小区也知道蜜橘的防晒也有非常多的颜色嘛，你自己会推荐大家哪一个颜色？我吗？我觉得我可能会推荐你身上的黄色、真的吗？因为我觉得夏天就是很清爽又干净、而且感觉就是很高级。是、我觉得你看嘛，我们两个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因为我特地选了一件黄色、我觉得这个黄色非常的好看，对的，而且呢它也很好搭配、像女孩子有的时候下面穿一个什么小百褶裙，也可以搭、搭个小白鞋，是、或者说你里面配一些黑色呀、浅色呀、蓝色的都可以搭，对的，对的，非常好看。所以大家记得、可以选小居同款的黄色。那其实因为有很多的颜色嘛，我觉得黑色也很好看。因为黑色不一样的感觉。而且黑色就是酷酷的。对的，对的。你想，如果你出门的时候穿一身黑的防晒，哇，这个人看起来好酷。而且黑色还有一个小心机，显瘦。啊，是，那倒是，那倒是。如果你想选显瘦的话，你也可以穿黑色。另外呢，像我自己还有一个很喜欢的颜色，就是灰色。灰色，灰色也不一、就很不一样的感觉，是，对的。因为现在不是很流行格雷系穿搭吗？灰色就是可以给你的有一种很高级的格雷系穿搭的感觉们。那颜色大家都知道怎么选了吗？如果知道的话，打一个知道知道知道。那接下来我们讲一讲尺码好不好？大家知不知道怎么选尺码？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呢，其实是 L 号的。因为其实刚刚小居在没有上场之前，我就看到很多粉丝朋友们在问说，男生可不可以穿？男生可不可以穿？男生当然也可以穿呐、当然可以，完全可以。对，如果说你是160斤、120斤到160斤的话呢，你就可以选 L 号。那120斤以下的话，你就选 S 号就可以了。小居一定是 S 号嘛？那是，就选 S 号就可以了。好，那跟大家来说一下哦。我们今天的这个星耀礼盒，你可以选自己想要的尺码和自己想要的颜色。我强烈建议大家就选我身上的这个黄色，因为呢是小居的同款。那这个星耀礼盒的正常的售价呢是520，但是今天小居来了，我们一定是有很大的福利的。蜜橘星耀礼盒24年的升级款，一个礼盒来承包你所有的整套穿搭，而且连眼镜、连防晒帽、连口罩都有了。今天这个价格啊、我觉得400多不叫破价。那你说收多少？300多也不叫破价吧。那你收多少？200多，你觉得你满意吗？我都来了，就再来点。你就坐在这里是吗？对的，我都坐在这儿了，就再来点了。小巨已经给我眼神了哈、来，我们200多也不要了，直接199，记得关注加粉丝团，我们做好准备好不好？来，3、2、1，上链接，在1号链接，大家直接刷新去拍我们小居同款的星耀礼盒，拍一发七，这是大福利了吧？所以它还是一个套装给到，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套装，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哦，那确实很划算了。很划算，很划算，很划算。因为光里面的一件衣服，其实你想想看，一件防晒，你随便去哪里买都是100-200块钱的事情，确实，确实，单价都已经差不多这样了。是的，而且大礼包里面是4件明星的单品，还会有一些小心意。真的是因为小区来了，我们才会有这样的福利的价格来给到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并且呢，它是一个限量发售的。如果大家不知道尺码或者不知道这个颜色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让我们来再帮你做一些解答。当然呢，你也可以就刷小居好美，小居好漂亮，想要跟小居一样美一样漂亮的话，记得来选择我们1号链接的蜜橘的防晒衣的星耀礼盒。好的，那此时此刻呢，如果你是新进直播间的话呢，记得要点击一下屏幕上方的关注按钮，我们还会有中场的大礼盒和福利来放送。大家如果对防晒衣有什么关心的，有什么想对小居说的话呢，也欢迎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一起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们今天来都来了，就多多的跟大家互动，多要跟大家解答大家的问题，好不好？好。那我相信哦，很多人呢都会在意防晒指数的问题，还有人问说防晒衣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防晒？确实，我有看到这个问题，因为防不防紫外线真太重要了，不然穿了白穿，对不对？对的，要不然的话，我随便穿一件衣服就可以了，对的，对的，再要买一件呢。对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实验，好不好？那这个实验呢，就是可以让大家看一看我们蜜橘防晒服的这样的一个防晒指数，真的非常厉害。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我手上有一个这张卡，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那我们是一个紫外线的测试。那同时呢，我还会拿一个这个大排灯，这个大排灯很厉害啊，它发射出来的紫外线可以说是你在户外照射阳光的可能上万倍，因为它紫外线很集中嘛，它就是一个专门的紫外线灯。所以我现在不打开，要不然的话就会是，要不然大家都黑了，对，要不然直播完一场都黑了。是的，那我现在呢要用我的防晒服，我穿的就是蜜橘的防晒服，我把它盖住一半，好，我把它的嘴巴盖住好了，同时呢，我把我的大排灯，哎，打开，然后。照一下，其实你会发现立刻哦，马上就变黑了。所以如果我如果这样对着我的脸，是不是我一会儿上半脸都是？是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去照它，千万不要照它。好，好。但是如果我把我的衣服拿开啊，这哦，懂了，懂了，懂了。这个效果非常明确，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用蜜橘的防晒服呢，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晒的效果。那其实大家如果担心你的防晒服的防晒力度的话呢，也可以拿上这样的一个准备上这样的一个道具，自己买回去的时候也可以来测试一下。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哦，我们的防晒衣呢都是有质检报告的，2024年升级之后的 UPF 的防晒系数已经达到了2000+，非常非常厉害，这真的是业内非常厉害的数值了，对不对？而且这个报告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对的，也都展示给大家看了。对的。那当然呢，防晒衣的 UPF 的数值呢已经呈现给大家了。今天是小鞠的直播的专属的福利，还有520的品牌的福利，大家可以放心在一号链接来购入。好，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发一个中场的福利时间。大家都很喜欢的环节。是。这个环节因为小鞠来了嘛，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多送一些福利的，所以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准备好，我们现在的福利呢就已经要为大家准备好了。但是这个福利啊，我觉得要小小的卖一个关子，它应该是每一个女生都很难拒绝的，而且你每一天都需要用到它。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是什么，小鞠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呢？我当然知道是什么哦，你知道，因为你带来的，对不对？对，那就直接跟大家讲，得看大家以为是什么。好，大家以为是什么呢？我们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是什么呢？我们直接给大家揭晓好不好？就是我们的口红。这个口红呢，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如果想要的话呢，记得打一波想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口红放在我们的福袋里面。好的，这一轮呢。请大家点击屏幕上方的福袋来领取我们的福利。那么接下来呢，要来解决大家第二个问题啊，因为刚刚我们有说到防晒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防晒。那其实呢，刚刚我们有做过了一个小小的测试，说我们的蜜橘的防晒衣它的防晒力度可以达到2000，很厉害很厉害，而且是2000+。对，2000+，哇，被小鞠纠正了，记得哦，是2000+。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小鞠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防晒衣的透气问题，是不是？因为你也不想穿上了它之后觉得非常的闷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这个实验呢，就是新实验，又有新实验。对对对对，我们在里面放了一些干冰，这个干冰呢它就会不断的来冒这个冷气嘛，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要把我的防晒衣盖在上面。好，好盖吗？好盖好盖好盖。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诶啊，我不知道镜头里面能不能看清楚哦，其实呢它是哦，你看从这个边上都已经冒出来了，会冒烟哦。对啊，哦，我这样吹一下，看到没有，烟就已经冒出来了，就说明其实这个蜜橘的防晒衣透气性非常好。是的，我相信小鞠在穿的时候你也是觉得它的透气性很好的，对不对？对的，对的。穿在身上不会觉得很闷，同时呢也会给你一个很好的舒爽的体感。哎，我觉得这个防晒衣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穿在身上除了透气性很好之外，它还会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当然有，就是因为它冰冰凉凉又透气，所以它会选择它。是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我们刚刚做的是蜜橘防晒衣的透气性的实验，所以呢我相信所有了解的粉丝朋友们都知道蜜橘防晒衣呢有几大特性。第一，防晒指数非常高，2000+，还有呢透气性很好，
同时呢还会有冰凉的感觉。另外呢，刚刚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实验的结果呢，还有我们的证书呢，就是水洗1000次它的防晒指数还是在的。其实我不知道小俊你有没有去关注过一些市面上其他的一些类似的产品，我其实自己有买过那种300-400块钱的是吗？嗯，很贵的防晒衣，但是呢它会有个小标签，上面写说防晒力度会随着水洗的次数降低啊。那如果水洗1000次都可以防晒值依旧是这样的话，那确实是有点东西了。对的，真的是有点东西，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而且呢我觉得你有了这个防晒衣之后呢，它就是随便洗，你也不用担心它洗坏了，或者说洗了之后这个防晒指数就没有了。那我相信这就是这个蜜橘防晒衣一直被大家喜欢，同时被小居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大家也可以放心的购买。那其实很多女生都会选择在户外运动的时候穿防晒衣，或者呢去海边度假的时候穿防晒衣。如果你有出汗的话，其实也不用担心，因为刚刚我们看了透气性非常的好，它可以很快的散发掉你的汗水，让你保持干爽的感觉，就是天气再热也要保持美丽，对不对？确实，我觉得女孩子任何时候就希望自己是美美的，对。没错，尤其是哦，这个你被太阳晒过了之后，大家都知道会晒黑，其实还会晒老。对不对？晒了之后会干，会有细纹。你想，你要花几千块钱、几百块钱，甚至于更多的钱去买护肤品，那你不如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在小聚赛的时候，把我们这一个礼盒带回去，199的价格，拍一发七。好，那么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蜜橘防晒衣呢，在接触皮肤之后呢，它还可以瞬间产生冰凉的感觉。这个呢，在我们的检测报告里面呢，一样也是有的。是的，所以想要小居的同款，还有专属福利的话呢，今天在1号链接就可以直接购入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或者你不知道选什么尺码的话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那么，相信现在大家对我们的防晒衣已经有了更深的了解。不过呢，我觉得我应该要把这个盒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说这个东西它很超值，但是呢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这里面到底有一些什么。因为很多人都想说哦，拍一发七到底发什么。好，首先呢我们细品一下，对，细品一下，我们跟小区一起来做个开箱。首先呢它会有一个礼盒的包装，你想现在520嘛，那其实你买来母亲节又刚过，你送给自己或者送给妈妈就一个礼盒的包装都很好。那么打开了之后呢，哎，小菊来做一个开箱。看来平常就是经常开箱，开箱因为我一直在找从哪里开。好，首先会有一个蜜橘品牌的防晒帽。其实这个防晒帽它是一个宽檐的，而且戴起来很方便，因为它后面直接卡住就可以了。像这样的一个防晒帽，你去买的话，价格也不便宜的。哇，好漂亮！而且我觉得戴上了之后，因为它是宽檐的，显得脸更加的小。真的吗？那先感受一下。我来，我戴。你来感受一下，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它沿如果够宽的话，其实防晒才会面积更大。是的，就可以帮你把整个脸全部都罩住。而且如果女生你把头发放到外面来的话，其实你头发上面也会有一个高颅顶的效果，蓬松。对，它其实是一个你的时尚利器，这个防晒帽会在里面。那还有什么呢？还会有一个我们品牌的一个防晒口罩，这个防晒口罩呢也是可以把你整张脸都盖住的。同时呢还会有一个折叠的墨镜，这个墨镜非常的方便，因为它是一个折叠的，随身携带很方便。那你可以把它折叠起来了之后呢，再放在我们送给你的这个墨镜盒里面，就很方便，很方便，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小小的墨镜，现在女生的包都很小，你就把它放在里面。还有什么呢？还会有一件我们的防晒衣了。这个防晒衣就是我身上穿的哈，就是小居在我们的背板上面穿的这个同款的防晒衣。那这一大个礼盒日常的价格呢是500多块钱，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因为小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所以我再说一次哦，破价520的价格，破价。你说破499肯定不叫破，对吧？破300多也不叫破，破200多也不叫破，我们直接破到199的价格，让大家不用200块钱拿回去，直接7件套，直接一个大
礼盒带回去。来，我们再来上一下链接，做好准备，3、2、1，上链接，大家赶紧去拍，因为货不多的，我不知道现在我们现货还有多少，如果没有货的话，只能等预售了，所以大家赶紧去拍。刚刚我们有问小菊说，大家如果不知道选颜色的话，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你觉得哪一个颜色好？哦，我刚刚说的话，我觉得首要推荐的是黄色。黄色，对的，对，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对的，因为黄色这一件就是很夏天。对，因为我其实夏天还很喜欢，蛮喜欢很浅的颜色，比如说就是这种黄色呀，或者是天蓝色呀，一些浅粉色呀之类的，对的。而且黄色呢，其实也很好搭，对不对？那如果黄色卖完的话，你可以去选选看。我自己觉得灰色，灰色对吧？对，灰色它就是一个格雷系，有不一样的感觉，没错。那黑色呢，看起来又会选酷酷的，很酷，很飒。如果你像小菊一样是这种长直发、黑长发，穿一件黑色的，还会有一种显瘦的感觉。我来问一下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都已经拍了吗？如果已经拍完的话，打一个已拍，让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很期待你们可以用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把一个很好的产品带回去，守护你在整个的夏天都不要被晒黑，都不要被晒伤。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宠粉环节。很多人说没货了，没货了，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再加货了啊。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再给大家加一下货。马上就加，对不对？好，马上给大家加货，不要着急，马上给大家加货。已拍的话打一个已拍。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下一轮的宠粉环节，这个是终极宠粉了。来，赶紧来，赶紧来，你就是立马来，你就是喜欢，对的，对不对？对的，我相信啊，这个礼物呢，大家应该很期待哦。那这个礼物呢，可以说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超级英雄，刷刷刷，办办公啊，听听音乐啊，都可以用得到的平板电脑，大气吧？有画面了，有画面了。所以你自己平常也会经常拿一个平板电脑一起刷刷。对的，那肯定的，那必然的，躺在沙发上就是。反正就是一个这个冲浪少女。嗯，哇，天哪，我说出冲浪少女这几个字觉得我年纪好大。就网络冲浪这几个字，哎，但是大家如果穿着我们蜜橘的防晒衣就可以放心的去海边，真实的去冲浪，也不怕被晒黑晒伤了哈。如果已经加好货的话，大家直接点我们一号链接就可以来下单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520的宠粉大礼马上就要上了，来直播间大家扣一波小一好不好？小菊呢在上福袋之前还有个活动，我们收集了一些粉丝的期待，粉丝呢很希望就是你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留下一些精彩的连拍的瞬间，可不可以？又到了老环节是吧？对，又到了老环节。那你要不然给大家一些老环节里面的新花样？没有新花样，来，我们就主打一个始终如一。好的，那始终如一。那这样吧，我数 action， 然后你来好不好？好，首先第一个 pose， action。哎呀，大家有没有猜到我要摆什么造型啊？好，来。好，来，3、2、1， action。好，大家就已经截图了。我觉得今天晚上如果你有中到那个平板的话，你回去就可以刷到很多粉丝朋友把你这个图做各种各样的可爱的贴图在上面。好，第二个 pose， 3、2、1， action。 好，我看出来了，第一个 pose 是一，第二个 pose 是二，所以我说了始终如一，摆几个 pose 就有几个数字给到。那我们加大一点难度好不好？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蜜橘的防晒帽配合他一起来一个 pose 好不好？哎，我们把这个藏起来，要不然的话没事，好，无所谓，好，无所谓，好，来，3、2、1， action！ 哇，掌声！太棒了！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把鞠婧祎好美刷起来，好不好？大家说都没有看到，啊，那你们就不可能，你们就回放吧，骗人，看回放吧，好不好？好的，那三连拍今天也已经给大家送上了，所以呢今天的粉丝呢是非常非常的福利满满哦。那当然呢，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呢也看到大家都非常的热情，今天蜜爱520派对小区带来的惊喜大奖平板电脑也已经给大家上好了，请大家点击我们屏幕上方的福袋来参与我们的抽奖。与此同时，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现在还缺货吗？大家知道尺寸吗？如果不知道的话，趁现在小菊还在直播间，赶紧来问他一下。如果你是刚进直播间的话，要来点击一下屏幕上方的关注按钮，然后呢，成为我们的粉丝了之后呢，才可以拿到小菊给大家准备的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好不好？
好，我们请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加货加好了吗？好，他们说已经加好了。来，我们再来上一下链接，3、2、1，上一下链接，在一号链接。今天小鞠特别给大家准备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礼盒呢，拍一发七。那小鞠特别推荐的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黄色。因为这个黄色呢，在夏天穿呢，非常的有元气，而且呢，颜色浅浅的也很适合夏天。那如果黄色已经卖完的话，其实我觉得黑色啊、灰色啊都很好看。这个礼盒里面呢，还会有小鞠刚刚在展示三连拍的时候的一个防晒帽，同时呢，还会有墨镜，还会有口罩，就是一套帮你把整个夏天的防护全部都做到了。那哎呀，每一次聊天都觉得好快哦，这一会儿，对不起，这一会儿就已经、我把你的话筒弄丢了，这一会儿就已经到了半点过了啊。今天大家都非常的热情，那我觉得有没有什么话想再对所有支持你的粉丝朋友们说的吗？老环节对吗？对，老环节啊，当然最开心的就是今天能够又在这里能够见到大家。然后呢，就是说今天18号对吗？对，啊，后天就是520了，那就简单比个心吧。哦，太好了，哎，这一次都截到了吧？这一次都截到了吧？因为所有的粉丝朋友们都在直播间里面一直刷说比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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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在直播间里面是可以看到大家的需求的，所以今天小鞠呢，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满足了大家的心愿。所以呢，也请大家多多支持蜜橘品牌，在我们的一号链接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颜色的防晒衣。那如果说你是男生，或者说你是160斤以上的话呢，你就120斤到160斤都可以来穿 L 号的。如果你是120斤以下的话呢，就直接来选 S 号就可以了。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小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希望下次可以更快的看到你。确实，我们确实太久没见了，期待下次更快相见。是的，下一次更快相见。我相信，不管你在哪一个直播间出现，你什么时候来到直播间，都可以点亮整个的直播间，都可以让所有的这个热情，直播间里面热情似火。所以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小鞠，也非常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直播间。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不要走开。一段 VCR 之后呢，我们的店铺的主播呢会来帮大家做出解答。下次再见了，拜拜。干。